计划加入社会医疗和慈善团体，并会与家人商定未来的发展，可能会将家里的东西捐给福利院或社会慈善机构，同时为了未来的发展，可能会出国留学。射手座新月让我们觉得只要有信仰，人生一切皆有实现的可能，所以借由新月可以进行一下人生的长远规划，包括重新回到学校接受一些高等教育或职业资质培训等，也可以计划一下长途旅行。新月触动了火星、木星、天王和凯龙，新月的计划有助于维护公平与正义，也有利于个人的未来发展，但在面对成长的态度和处理过去的伤痛方面则存在着压力。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